残障女状元双巴视作纹身。钻石是在高压 之下由碳去变成的，咁所以我觉得我就算而家经历有啲咩嘅障碍啊、考验啊，我都会当佢哋系一种磨练。两 A 状元许文君岁几嗰阵，屋企人煲姜水令到佢烫伤，双手残缺嘅佢细个做过19次手术，不过肢体嘅不便都唔及心理障碍。有问题嘅人士咧，都系比较属于社会上面嘅少数，咁其他人会用一啲有色眼光嚟睇我哋咯。咁有啲人会觉得啊，你个手好似好核突咁，咁会令到我反而唔敢去暴露自己出嚟咯。佢希望入大学读心理学，将来辅导人。而有肌肉萎缩症嘅铭贤书院学生马月君，仲考到3A 两 C， 可能系历届成绩最好嘅残障高考生。佢自幼就同轮椅为伴，颈喐下都有困难。点解考得咁好成绩呢？即系我系中意读书，即系我中意做嗰样嘢，咁我自然就好想希望可以做好啲，即系做好佢咁样。佢考拜安嗰阵，仲争啲因为体力不支晕低。其实佢考到第啱尾嗰科，我系惊考唔晒。佢系身体要睇医生，我仲同医生讲，我话佢唔舒服啦，听日要考 A level 啦。咁啊，哦咁啊，我俾啲尽量冇咁眼瞓嘅药你食啦，咁样。咁就堅持埋最嬲尾嗰科。月君希望入中大讀心理，體能上，譬如可能話啊，我即係行唔到咁啦，咁入去隻手仲可以，即係點講，做啲嘢嘅。佢更加鼓勵年輕人唔好輕易放棄生命。